欢喜，从花莲起点就往南行，走过了这个凤林，又走过了义里，看到了我们义里的慈济人，也很扶持的义里的慈院。我们义里呢是小小的啦，在小镇里，这么小小的医院呐、它虽然是小，可是五脏俱全。它在义里呢，同样也发挥了很大的救人的能量啊。又往关山医院，关山的也是一个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与爱的个医院呐、也是小小的，也是一个迷你型的爱的能量存在。好，过了以后就开始一路啊，到了台东，本来要把慈济的人文。很用力的呈现在台东呢，实在是有一点困难。可是这一次我去了就不一样哦，大家开始呢环保也做得好，同时啊他们是城中期啊熏法香啊，真的有感觉到说花真正有入心吗？那种的花入心的人的气质就是不一样啦，而且表达出来的很得体哦。这个小小的迷你型的道场，他们现在也已经可以做到呢，有花的味道，这是我开始呢，就是。很放心的，就从此我就要往南步行哈。好，在山路里呢，看到了山地红光啊，但是呢，也沿途感触很多。我曾经呢，在台东跟大武这的沿途中啊，也有过。心脏病发作啊，再回到台东啊，开始呢，这个回花莲要找医生，想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在沿途滴滴行就回顾了过去，这种的从西部尔到东部的那这一条路的那样的。绕着山呐、路难走啊，确实呢，四十多年应该是到了台东呢，也超过五十年了哈。那经过了台东，因缘不具足呢，再往东部的北走，那就停留在花莲。花莲呢，也有五十年了啊。在这样的时间里呢，就是一念一个念头一辈子啊，所以呢，在那一个念头里呢，那种种因缘呐，一个念头呢，一世人，所以我们的慈济已经呢四十八年了，四十七周年过去啦，已经呢我们在四十八年的过程中所以我们那一念心啊是非常的重要，那样的心路历程呢，真的是在回想过去。可以想到我们的心啊，空间可以有多大就有多大，这都是呢为佛教为众生，每一次想到了
这六个字我真的感恩呐、啊，师恩呐、啊，是我的师父就是这样的叮咛交代的。所以呢，这几十年来要如何呢，把佛法在人间，所以一路印让了这样的，还有加上了很多的因缘的汇合，那一直到现在快五十年，在今年通啊，就是五十年啦。啊，不过呢，人生无常啊，这个过几年通啊呢，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是怎么样的，我不知道啊。所以我现在呢，赶快把握时间，每一天呐、啊，再累，身体再怎么样，我都是呢，来不及，因为呢，我再不收拾，来不及了啦。我愧对慈济人，因为慈济人呢，给我真多啊。没有慈济人，哪有今天的慈济呢？你们付出的那么的多，那我拿什么来回馈大家呢？所以在这几年来啦，开始从慈济三十年开始，我的心在着急，开始呢想要如何呢，把佛法真正的让人就是有心的能真正的把法入心来。所以听到大家人有在那文化啦，城中起文化乡啊，我真正是哦，就感动的真欢喜，那种的慧命跟师父的慧命哦，好像愈接愈近哦，愈接愈近哦，人人法入心哦，那种的慧命增长起来哦，您知影哦，这就是最大的功用呐。所以人人呢，要在顾念初心哦，勤精进呐、啊。我们呢，常常要用法髓来滋润我们的心哦。那这样的法髓呢，一定呢要用戒定慧哦。那戒定慧呢，融入在无量义经，我们的四大八法呢，用心看呐、啊，都是很齐全的。整部的无量义经里面、啊、那么我现在的在讲的法华经啊，其实呢是在解说无量义经，因为我过去呢用很浅显的就是社会人社会事呢来说无量义经啊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就要把法华经呢，更要有一点法，真正的哈、哦，哎，有迄个法哈、哦，你们大家听起来好，安尼有较清一寡哈、哦。那不过呢，还是呢，就是在法华经里面呢，重复的长行的经文。说完呢、啊，还要重复的记文呐、啊，我把记文呢、啊、还要进功夫过一遍哦，的怕的呢，人人呐、啊、听呐、啊、会忘掉啦，所以啊，还是要再重复哈、哦。你们躲在文化乡。那城中起的人直接听呐、啊，所以也要耐心哦，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科技，拜现在科技的，我们能真正的来弘法，这种的心灵山会呢，在云端里相会啊，还有大爱台呢，全球普及。
净化人心啊，这种的一声呼唤哦，那全球可以听到啊，哦，真的是很感动。所以大爱清流啦，华水润善种子，那我们这个大地带撒爱吗？啊，撒播爱的种子啊，的同时要有华来滋润它。所以呢，这种大爱清流，华水滋润善种子。